好，同样吃东西，到这里心情就很好了。在高雄茄萣渔港呢，这里有几十摊卖海鲜的摊贩，那么摊摊都可以试吃，而且试吃呢不是一小块，老板都很大方，给一斤银呢一整条鱼，或是超大颗的鹅啊，还有生鱼片也切得厚厚的，免费请客人吃。很多游客知道到这里呢，你只要绕一圈，不用花钱，光试吃就吃饱了。放一句话，永远袂后悔。海鲜街传来八点档的歌声，老板用唱的招揽客人来试吃，客人一接近立刻送上一整尾的柳叶鱼，这一尾就要价10块钱。大姐，下午我下来吃你啊，很多购买哦。不止炸鱼，高价的鲜鱼片也有试吃，店家把切的厚厚的鲜鱼片沾好 wasabi 送到客人手上，试吃就很划算了。对啊，因为他们都切得很厚啊，很扎实，客人都会要求说试吃，因为鱼你要吃过你才知不知道新鲜啊。高雄茄萣渔港的海鲜街，几十摊的海鲜摊贩，炸鱼、炸螃蟹、鲜鱼片和鱼丸，通通可以免费试吃。就光请试吃，鲜鱼片假日就可以吃掉半尾尾鱼，40斤市价15000元；鱼丸一天试吃也可以吃掉近100斤，市价5000多元。就不用花钱来买东西，就一直试吃就可以吃饱。整条街上几乎人手一尾鱼一颗鱼丸，游客不用掏钱绕一整圈，光试吃就饱了。豪气请试吃也成了茄萣海鲜街的另类特色。中天新闻林建言、包金莹高雄报道。